某矿准备区松采工作面发生一起刮板运输机把人拉入采煤机下伤害事故。事故经过，施工作业人员到达工作面，点班区长采面巡视确认后，发现采面刮板输送机停着。采煤机司机周某、吴某看到37、38组支架网没有吊挂，两人商量先把网吊起来。陈某等三人在采面第44组支架以上接完料，陈某解开采面第44组支架位置的刮板输送机闭锁，瞬间采面刮板输送机开了起来，将站在刮板输送机机道内双手拖网的吴某仰面拉倒，迅速拉向采煤机下，当场死亡。